去吗？那个店员就说有啊，然后滴滴就说那我要买，那店员就说对啊，有啊，可是我们最低金额是1000块哦，然后滴滴就犹豫了一下，想说干1000块谁会买得起啊？滴滴就说那我要3张，我说哇哦，哇哦，他是原本设想要买一张，听到1000块犹豫了一下，怎么那么便宜？那我买3张。我就说，滴滴，你确定你没被骗哈？啊，家人有允许哈之类的。就过阵子，政府就公布说那个什么，什么金额面额太大的，不可以卖给那些什么未经家长同意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。然后就说，可是这是我爸爸要来买的啊。我说哦，原来买给爸爸的，那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那就过阵子我去支援的时候。然后就看到滴滴跟爸爸就同时出现，然后发现爸爸买的 gauge 是几万几万的，然后滴滴买的是几千的这样子。我说没啦，那给我儿子的啦，那几千块还可以啦。我说那个，哇，爸爸真好，有没有缺儿子啊？这样子。家境没有很好，但有打工啊。可是我就是希望你们把那些钱拿去自己过活，怕你们饿着啊。所以江江没办法上魔物嘛，在公司。我还没下班呢。哦，我想，然后突然看见他上线了。你公司的电脑能不能载魔物？恐怕是可以。恐怕是可以。那就教那些小朋友玩。我不要，我拒绝。那个已经是几年前了，8年前的事情了吧？弟弟应该也几岁啊？至少8岁加8岁，16岁吧。现在有没有高中生有住淡水的？那时候玩 Gage 玩很凶的啊。对，我就在说你。爸爸有没有买个玩那个天堂，还是玩什么？用了几万块在玩。然后可能滴滴在玩 CSO 啊，或是跑跑卡丁车啊。发现我缺什么了？这个月成绩差很多吗？好，超多。也超多。应该说，我一定要维持在100左右，然后连续开个5小时，我一个月才可以低空飞过。嘛，就我尽量开嘛。如果真的不行就回去做而已啊，就只是少很多钱，回去做原本该做的东西，不是原本该做，原本就在做的东西，只是现在换平台试试看而已。因为之前不是有个某屁孩把爸爸的殡葬费拿去抖的，哇哦！恐怖哦！之前是知道那个啦，弟弟一个小儿子把爸爸的，因为手机就很便利啊，就是拿去玩手机游戏，直接不小心花掉20几万。对啊，真的啊，这是真的新闻啊！因为手机就绑，然后走，你直接下去关门，我直接催。啊，你有带硬爆弹吗？啊，忘了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叫我家猫试试看。布布上。布布，你在哪里？布布，敲！啊，你是不是吹错口音？北七哦，你是不是按错啊？他在嘟嘟嘟嘞。为什么？音爆铜锣啊！啊，白沙现在才按啊！哎、欸，有微动哎、欸。它有动啊，可是没有掉下来。它是上面写说会掉下来的。对啊。他说这只不会掉下来。
要受到惊吓才会掉下来。怎样才是惊吓、啊？没被丢过大便吗？丢一下，这是大便。是啊。What is this？ 屎。啊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！我想说怕你那个延迟来不及。睡着了吗？没有。困，有点远。我准备好接力了。可以，装速。一个烂龙，哇，不行了！一个烂龙，给我躺下！你个烂龙，大便哇，你真的是有点丑哎、欸。奇怪，怎么这次就看到大便，上次看不到大便啊？快死了！痛死啦！他都快死了。完了你，你完了你，你完了你。哦，你好猛哦！困，我的拍了。嗯，我软了。有呢，我觉得有属性异常那个有用哎。我也有穿强打衣。我有看到啊。能够帮你多一些。
要救我了。不是丢这个大便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有没有看到我的道具栏？投射异臭蛋。哇，异臭蛋走了。又睡了，他要死了，给他死吧。好。我先打个鲤鱼龙，我缺鲤鱼龙的素材。好好好，我只看到我的星星库存。下位哦。没有没有，就 M 级的。刚刚做武器发现没有他的素材。你干嘛？我在爬东西啊，不想往后跳，就一直掉下来。好，好，这一个是刚，然后可以到第五个。我想你，我不见了。对了，怎么了？请说，请发问。更换道具，你今天应该可以全程挂台。你说杰克今天又不开台吗？哎呦，杰克好像自从没在 No No Life 之后，就是没有每天开台了呢。如果我之后的话，搞不好也是啊，就是搞不好就变成礼拜一是轻松生存嘛，二是巧克团，三是 Amigo。四没有固定开台，然后五是那个巧克团，礼拜六也没有，礼拜天晚上跟巧克力玩，搞不好如果 FB 没有刷，就是礼拜四跟礼拜六就没有开台了。这样就算蛮常开的吧，一周开五个。我以前没有特别的话，就是礼拜二、三、五而已啊。啊，现在是礼拜一有那个开车生存。他们已经开始命名为飙车生存了。对啊，我特别爱把那些开车的内容剪出来，那他们也都爱看，抓到观众的胃口了。新三色死尿屁。没事没事。你们喜欢的口味刚好也是我喜欢的，所以我剪得很开心，我觉得很好笑，我就剪得很开心。然后晚点我就自己做一个新的 logo， 把轻松改成开车，开车生存。
小小戴安安。没有啊，因为前一部影片吧，就是团团哈基发粮那一部，就开始楼下就什么飙车生存啊，开车生存啊。抓个独角仙哈！你慢抓。现在是日出，有独角仙抓。啊，不止五百点，我到了。也到了。你刚去挖矿哦？啊，我从一号跑出来。哦。忘记要飞另外一边。哎，我那有没有看到独角仙？有啊。没有吗？你没看到吗？哎，独角仙不是在仙人掌那棵树吗？是啊。我看到了。好吧。你走错树了吧？这棵啊，右边那棵啊。这棵啊。这颗啦，这颗吧。哦，所以是左边这颗。这颗吧，有吗？这也没有啊。这里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哦，真的哎、欸，我都忘记耶。哇，卡领金哎、欸，破大金哎、欸，我的天。猎人。猎人没有在猎这一。有啦，你看我都猎到都知道清晨黄昏有那只啊，跑哪去了啦？女龙去哪里啦？他在干嘛、啊哎？他弹出来了。这边你怎么会来这边啊？第一次在这边打你耶，有点新鲜感。你喜欢新鲜吗？洗干净了吧。发现走错了吗？哇，这特大水袋，这场好虚哦，两个大科隆之类耶。还有五百块的元素。干嘛？动作最多。我差点又劈空哎！哎呦，有怪卡来了啦！你们在干嘛？他想吃咬鱼而已啦。人家吃咬鱼干你屁事哦！你去惹人家干嘛？咬鱼他小孩哎、欸！我跟你，跟你，怕雷都啦！哎、欸，你猫把它留下
没多大，我恨你。是哦，该撞的时候还是得撞。你要讲哦。啊，像就像节操了，我在学他。你要知道，我拿贪心太刀哎、欸。贪。你有时间贪了，他起来了。我是贪心太刀侠，贪刀侠，我去玩游戏挂台，拜拜，小云拜拜，宝宝则是冲动任性，开车想开就开。没有，我还是顾虑到很多情况下，我不能乱开车。我真的是怕，因为 Bobo 没开台啊，他也没有什么，要怎么讲？哎呀，抓谁？哇哦！哪天换他开台，然后被家长警告，他就知道了。哇，我要黄刃了啊！黄刃，看你多嘞！假赛啦，臭狗！哎、啊，怎么又游回去了啦？哎、欸，你朋友？他查巡查、喔？在长滩的，发现那边场地不好、啊。你看沙皮都没被警告，没有。你要想一下，我们的观众群不一样，我们的观众群比较说小孩子，看麦块的比较多小孩吧，总不会说看麦块的比较多大学生吧？对吧？那观众群不一样啊，沙皮的观众都感觉都比较像大学生那些啊，会玩魔物的不会都是小孩子啊。他现在太刀判定真的是很鸡巴耶！是啊，以前不是只要剁到手，他就算转身手也会吃到持续伤害吗？对啊。那现在他一转身就只能吃到那一下，太写实了吧？这样不好啊！可以抓了耶。贪心，贪心长毛，看一下哦，哦，哎、欸，这里，看这里，你可以去啊，去 Miss 啊，欢迎欢迎，去吃去吃，吃饱再跟我分享。还是你要先听我说，我去大便再去吃。我本来想说，你再不出现的话，我就要挂台再去大便了。去啊！你要打就去啊！不要！你是缺什么素材啊？我在看我有没有打到、啊。重牙。特上旗还是先挖哥哎、欸？泥鱼龙的特上旗。该吧。泥鱼龙的后鳞还是龙鱼？那是特上旗啦，我看到我特上旗就有三个，就拿到了这三个，就应该差了。嗯。打一打吧。啊。真只有三场，打完。
答，帮乙安安。不过要是说到年纪层的话，阿路的观众可以说是范围吃最广的。什么8岁到67岁？那个67岁是小孩子拿阿公的手机在看吧？那个8岁可能就是那种弟弟还是什么哥哥拿弟弟的手机起来看的吧？不要骗我，因为我的观众群也有5岁到70岁以上、80岁以上的呢。因为我看我80岁以上的观众好像占了有1%。那一趴可能就有很多是拿爷爷奶奶的手机起来看手机的，就是有那种啊，孙子拿爸爸或是妈妈爷爷奶奶的手机起来，然后去按人家抖内什么的，才会爆发这种事情啊。按抖内吧，有啦，真的发生过啦，就是拿爸爸妈妈的那个手机去订阅这个人啊，想说奇怪，怎么来路不明的人突然订阅下去。他发现 是小孩子很喜欢就按下去哦。啊，对啊，那个是我一个常买咸酥鸡的老板娘，他说他小孩拿他手机去乱订阅人家。他没被打死，是聊天台的聊天中透露出来，聊天透露出的年龄，哇，太屌了吧。那我怎么没有，老师都爱开车，哎、欸，做老师的不能这样子、欸，哎，会被说是狼师、欸，哎。虽然我们看跟学生熟不熟、欸，像我们高中有个数学老师，他就是，我当时觉得他人还不错，可是之后仔细想想，感觉他是不是变态啊？整天教女生怎么让胸部变大，然后说有兴趣的，就是下课去讲台那边分享给你们听。后来想想，真的好像有点变态，因为我们当时国中、高中有几个男生同学很不爽那老师，就感觉那老师在骚扰女同学。后来想想，好像确实是这样子。出来是不是就没有水球火可以拿？这边有那个可以踢啊，有铁后可以踢啊。那、啊、他踢的会掉那个什么水球罐啊？你要水球罐哦。对啊，我想要洗他你。啊，对耶。啥？本来现在不是带。靠呀！怎么搓一下就倒了啦？你也是扒一下就死掉的那一种。没有，扒一下就晕了啦。你也是厉害欸，接力吗？等你好了。先来啊！啊，我在这里。干嘛？没了啦，有了啦，撞到了啦。干！哎呀！门口停下来。不愧是泥鱼龙欸，都是泥。哇！不然就是我拿虫子去咬它，水虫去咬它。不用啊。咬鱼。
好 ，miss 白。特上棋哦，只有帮你剁棋就好了嘛。鲤鱼龙的鱼刺，鲤鱼龙的鱼刺，要吐完沙，你也是很猛呢、欸。KO 装满呢，拜托，我的异常值超高的啦。所以我也想插那种夺气啊 ，KO 啊。我真的不知道夺气到底可以干嘛、欸。就像这样子啊。觉得夺气有用。流口水不是吗？可是他流口水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，就是感觉我有时候打减气弹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流口水。我打完两轮哎，他也不会流口水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算。你可抓了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、哦。喂。我要去补他的泥巴。嗯嗯嗯。哪边啊？靠腰、啊，让我过啊。就这里了，哎、欸，没了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突然就来？我想说把它撞去你的那个，我知道，我发现我没有带，我知道。你有现金吗？有有有，可是这边不能放。这里的、欸。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艾琳嗨。流口水可以撞，可以吗？流口水不是可以撞吗？那等一下试试看啊。好啊。那这样能睡能流口水很屌哎、欸，睡到流口水。困到老脆暖，六分钟，哇，特大水袋，七个，我们只知道流口水可以重置，因为流口水是六秒，重置的话又是六秒，所以可以有十二秒的输出时间。贝蒂安安。来去看一下他们在开什么台。何允月玩传送门哦，那团团在玩什么？黑森林的奇谭。好了，你还要打什么？就最后一只鲤鱼啊，把它打完了。好，我把你要跑掉了，拜拜。没有啊，跑什么跑啊？传送门只两个人玩而已啊。哦，是哦，我没玩过吗？我不知道。偷偷啊。对啊，我没玩过啊。就传送门啊，卡到音。我知道啦，就开门走了，再撞进去的游戏。卡到音。偷偷啊。卡到音。哦，猪，不是猪，点点，参加。信号机会区域调查，你与是营地。哇，你的集会所密码很屌哎、欸！我的吗？
没有数哦，有一个数字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看机会锁？布置机会密码。打开你的选单，按按我的是三角形。选单，然后嘞？按我的按三角形，看你们三角形是什么？在哪里啊？会跳出一个成员清单啊，成员清单我旁边有解锁资讯的。哦，点成员清单吗？我太屌了吧！很帅。林子龙，好，你等一下去洗澡，等一下去大便，成员清单。啊，晚点也要大件的配装，还没有用。先，可以直接把我那套复制给你啊。好啊。通用的吧。你要玩灭尽的，就把无极珠拔掉就好了。不够。灭尽吗？金狮子好还是灭尽好啊？看你喜欢磨刀吗？要不要磨刀了。哦。你不想要磨刀，就是首选灭尽的。打完一整场，可能还不一定要磨刀。我可能打完一整场会磨一次刀哦。我是这种玩家。是会习惯换区就磨了。鲤鱼龙拍身真的是很好笑哎、欸！为什么他要倒了？太快了吧！很后摇哎、欸！啊，我撞他墙啊！哦，你撞他墙，我以为你又爪上去了就倒了。哦，烂地方。那直接打了啦。好啊。好啊。撞墙是不是？我试试看。啊，你是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贝拉，他原本就黄脸了、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哦，也是哦。那等一下升级再說。好啊。哦，红眼了。生气。给我累。给我累。给我累。没有。那片。好，抓到喽。那位黄色好评，流口水不能撞墙。现在可以撞墙了。呼。我没事哦。他转身这，三。啊，烂东西。啊！独角仙又出来了。看哪里的、啊哦？你看天空的。我看天空啊。不
不是啊，因为现在黄昏了、啊。撞他！哇！出来了。有嘞，那么精准嘞！生物博士啊，这是 boss 吧？这边有那个啊，急躁蜻蜓啊，可是这些都预兆啦。受殘欸，他全身有泥，这样撞下去是很好笑欸。我看，哎。可以抓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们陷阱。哎、欸，我的陷阱，我没补。有。哦。好，另外一只就有睡。快。哎呀！哇！喂。哎、欸。我魔物当了，我不会时光塔又当了吧？不。喂，哦，你刚声音也卡了一下，还有吓一跳，完了，完了，少了这次报酬，完了，我少了500块的那个独角仙，完了，这倒是还好啦。哎、欸，如果等一下断的话，等我一下哈，因为魔物真的会玩一玩到宕机，就画面一宕，我的报酬实况台会跟着宕，所以如果等一下，我看你实况好像还在呢，现在还在啊，现在还在啊。